道德，阿弥陀佛。呃，莫学从今天开始呢，跟大家共同来研学啊佛学尝试课本啊。那以后呢，我们就守一个规矩，就是在正式上课之前，在尊重法宝的这一个原则之下呢。 我们先攻读这一个呃课文，那今天是第一堂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攻读这个呃课本，《佛学常识课本》，李炳兰，雪庐老居士编述，啊，就是诸位手上的啊这一本啊，我们就照这一本来跟大家报告。那这个常识课本呢？ 一般我们在外面这本书在流通的时候呢，许多人啊都看不上眼，觉得说只是一个佛学常识而已，只是薄薄的一本书而已啊，都看不上眼。一般人喜欢啊这个厚厚的精装本啊这样子的书啊，但是呢，他不知道啊。 这个凡事啊，就是基础最重要，所以我们一旦来学佛呢，这个常识课本啊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基础。如果没有这个常识，就不能够建立知见，没有知见，学佛就容易偏颇。所以呢，今天啊，非常高兴啊，有这个因缘啊，那默学啊，这个承蒙我们慈光图书馆朱馆长啊。 朱家峰师兄啊，啊，要默学来跟大家共同研讨这个啊常识课本呢，啊，非常感恩。其次呢，是针对今后我们课程当中，我们有朱立谦朱师兄、马祖真马师姐，还有施仁超啊师师兄他们在这边帮忙录音录影呢，啊、在此啊一并啊表达感恩。 那么，凡事啊，这个、古人说法不孤起，必待因缘。任何一件事情的升起，一定有它的原因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研学这一本佛学常识呢，也是有原因的啊。第一个就是到去年农历年啊，这个十二月初七是这本书的作者。 李炳南雪茹老居士啊，在我们啊心中啊，他是我们的老恩师。那么老恩师呢，在去年的话呢，是一百二十岁名诞啊。那这些学生蒙受老师的法乳深恩啊，大家都想要有所报答啊。那本来就想要说啊，做一件什么事情来纪念老师，虽然。 啊，学人每年都有做一件啊，像这个去年我们就印啊莲池大师的《西方发愿文》啊的这个注解啊，来来纪念老师跟大家结缘啊。但总觉得呢还不够，所以当朱馆长啊邀请墨学来报告这个佛学常识的时候呢，真是满心欢喜啊！古人说啊，人有善愿呐、啊，天必从之。 啊，有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分享，这是第一个因缘。第二个因缘呢，是这个慈光图书馆呢、啊，是我们雪宫老恩师他所创办的啊。那么这样第三下来到朱馆长这边呢，发挥了一个很大的功能，所以他在这个儒学方面、佛学方面啊，在这个戒律戒学方面，他都一再的。 啊，都提倡。那么，只有提倡还不够，还制作这个呃影带、DVD，广泛的流通到海内外。这这是一个因缘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由图书馆这边啊来录这个老师的佛学常识课本了、啊，我们也是啊满心欢喜，说这个因缘太好了啊。那么第三个因缘呢，是墨学。 跟这一本常识课本啊，真的因缘很深啊！怎么说呢？从民国七十三年，这个马来西亚有一位蔡荣华蔡师兄，他返台的时候啊，他想到要把老师这一本常识课本的教学指引啊，要重新排版啊，因为他在马来西亚那边。 所排印的呢是简体字，那么他希望在台湾呢、啊、排印这个繁体字的。那当时墨学就有因缘了、啊，说好这本书虽然我没有听过，但是呢知道它很好啊，所以我就答应他，帮他带编、带校对。之后呢，还帮另外一位师兄帮他写了一篇拔文啊。到了这个过了三年，他又回来。 说啊，我、哦、这个书送完了，还要再印啊。那上次呢，你你写这个跋，这次啊，请你写序。于是我又帮他重新再印，又写了一篇这个呃、啊、再版的序啊。这样连着就两个姻缘。之后，在雪公老师七十五年往生之后到85，到八十五年老师往生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呢。 啊，墨学又啊，再把它重新排版，啊，连这个奖表都把它附上去，然后呢，又把它做了一篇重刊序，还有这一个轮冠，啊，总希望说这么好的一本书不推广啊，太可惜了。于是呢，我又做了，啊，啊，这是第三个因缘，啊，后来呢，这个张化惠德金社那边呢。 要墨学去报告这个佛学，那我想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啊，一下子讲什么啊经论呢、啊，好像这个太自大了，不好，所以呢，还是给他们介绍这个常识课本。啊，大概十多年前了，当时是用台语跟他们报告，啊，所以这本佛学常识课本啊，可以说啊，墨学啊。 跟啊、呃、这本书呢，真的是有一些因缘啊。那今天承蒙朱馆长再邀请，所以呢也再次的来到这边，跟大家共同来研讨、来分享这个佛学尝试学习的心得。虽然墨学才疏学浅啊，在报告当中或许有不周延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呃，我相信在雪光老师的。 加倍之下，我们可以很圆满的来研学。好，那这一本佛学常识呢，课本呢，我们在报告呢，呃，我想简单排一个次第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报告这个研学的目的。今天电视的弘法很多，到处都有这个呃讲经说法的地方。 外面的这个 CD 啦、MP3 啦、这个 DVD 啊，也非常的多啊。那么讲大经大论的这些大德也很多，那我们有必要来学习这一本啊很很平常的这个佛学常识吗？啊，那以墨学的这一个经验和看法，觉得不但有需要，而且是非常需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。 今天呢、啊，不管是台湾也好，是其他国外的地区也好，啊，以佛教来说，几乎是一个啊战国群雄的这种时代。这个不是批评啊，是因为大众在没有基本常识的情况之下东奔西跑，然后这个台上的大德们并没有讲什么话。 可是台下的这些居士啊，在乱跑之后啊，惹出一些是非争端，那觉得说非常可惜。那就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清楚学佛的目的在哪里。那同样的，我们今天要探讨佛学常识课本呢，也是要先啊这个了解这个目的。那今天我们有发一张这个补充资料啊，第一张这个研学目的。 我们先简单的来把它消文一下啊。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佛学常识课本呢？第一个就是啊，要帮助我们学习佛法的人，第一个要对佛法产生正信、正确的信仰。你说信仰有偏吗？有这个呃这个呃迷信的现象吗？确实有，这个不可讳言。 所以呢，这个产生正性啊是非常重要的啊。一个佛弟子只有在一个正性的情况之下，对于佛法的学习才能够达到破迷起悟的这一个目的，才不会堕入邪魔外道的这个境界里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个呢，必须靠尝试来给我们做基础。第二个呢，是帮助我们呢立住这个。 正见，我们学佛人都知道，佛法里面有所谓八正道，八正道里面正知见排第一，因为知见如果不正的话，后面七条跟着都偏了，所以正知见呢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这个正知见它来自于对佛法的了解，啊，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这一个佛教的这个本质。 内容作用，你要了解，然后才不会啊人云亦云啊，跟着人家这不懂的人，甚至跟着外道的人在那边呢、啊、造毁谤三宝的罪业，这很可惜呀、啊！怎么学了佛变成在毁谤三宝呢？因为他没有知见，弄错了，人云亦云去了，这是不好的。所以呢，研学这个常识课本呢，我们希望能够为大家立住。 正知正见，第三个呢是希望能够啊帮助我们呢修正行，修行就修行，你加一个正，难道还有负的吗？还有这个不正的有偏的吗？没有错，啊，俗话说条条大道通罗马，路是直的，可是有些人偏偏就会走偏，啊，这是没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 因为他对于佛法没有知见，所以一旦有了知见之后，能够去真正的去例行佛法的这个修持的功课。如果没有正行，那你在原地踏步也叫学佛吗？当然就不是了。所以这个正行很重要。但这个正行怎么样才叫端正呢？佛说什么，我们学什么，要依教奉行。 现在很多人学佛是依人奉行，也不依法，也不依佛，也不依身，依自己啊，这个、呃、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个盲修瞎练，那是不正确的。所以他在偏离的正觉之道，他自己没有感觉，出在于这个没有正知正见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正行的功课，这也是很可惜的。 啊，那么只要透过这个正确的修行功课去做，那当然可以证到这个正果。果有正，难道有不正的吗？没有错。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禅坐，啊，但是他们搞不清楚，参加一些什么瑜伽啦、一些这个外道的这个呃静坐的这个课程啦、啊，以为我就是在修禅定。事实上呢，佛早就讲清楚了。 你说的那些是属于世间的禅定，四禅八定，那个修到飞飞上天一样堕落，一样在三界里面轮回，那个不是正果。那么什么是正果呢？佛告诉我们的两个果，第一个现世间我们能够啊解脱身心的烦恼，能够有那种离苦得乐的那种觉受。 如果你学的啊苦恼一大堆，你说你在学佛吗？那个结果怎么会变这样子呢？那是不对的。所以呢，第一个结果至少你要能够感觉到什么，远离的痛苦，身心感到非常的快乐，这基本的啊。其次呢是解脱生死，将来啊能够离开六道轮回。所以我们今天来一起研学。 这个佛学常识课本呢，我们希望啊达到这四个目标啊。当墨学在报告当中如果有所偏颇啊，我们都欢迎啊大家呢啊这个下课的时候啊给墨学指正啊，因为墨学也是在学习当中，我不是一个已经正果的人，我不是啊，只是啊,啊这个古人说的闻道有先后。 术业有专攻，我比你早一些时间来看到这一本书，啊，有一点小小的心得，啊，那来跟大家分享，如此而已，啊，所以这个研学的目的呢，是第一个、啊、跟大家来提的，啊，那么这样提示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就万变不离其宗，将来课文不论进行到哪一课，通通都朝这一个方向，这个因正的后来的果。 绝对是端正的，啊，那么第二部分呢，跟大家就是啊，来报告这个这本书的题目《佛学常识课本》。什么叫佛学常识课本？你说这个还要解释吗？有一点需要，因为很多人把佛学跟学佛搞不清楚，还有把佛法、佛教也混乱在一起啊、哦。那我们这边不不要讲太开。 就针对这个呃书的题目啊、哦，佛学简单说，佛是指佛教，学就是指学问，所以佛学两个加在一起就是佛教的学问。我们是佛门弟子，要来学佛，怎么学呢？透过这个经典。那么这个经典有里面有理论啊、哦，有理论。 有这个啊、呃、叙述这个现象的，有告诉我们方法的，有告诉我们那个正的境界的啊，那么有种种的这个内涵。那么当这些内涵被后面的这些祖师大德啊，还有这个之前的菩萨佛弟子把它开展出来之后，变成了一门学问。所以这个叫佛教的学问啊。那么这个佛教的学问。 我们哎，当然很好药啊。我是佛门弟子啊，我当然想要来学习啊。那么要来学习的时候，基本的常识要先具足。你没有这个基本的常识啊，你无从下手。你看到这个经典，一下写三规，一下写五戒，啊，你搞不清楚；一下写八圣道，写什么七绝之，写上七道品，说我这个名词上面还有加数字，那么到底是讲什么呢？搞不清楚。 所以这些基本的常识呢，我们要懂啊。所以这个“常”呢，就指常、平常；“是，就是指这个啊知识、平常的知识。换句话说，作为一个佛门弟子，你平常就应该知道的知识，你不能不知道。不知道的话，你经本你入不进去，你看不懂；你修行入不进去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修。 所以这个基本常识是最需要的啊！我们说“万丈高楼从地起”，这是打地基啊。今天许多人，我看了他们啊，有读什么佛学院的，有读什么，结果呢，发现他基本常识不足，那就很危险啊！因为基本常识不足的情况之下，他在看这些大经大论啊，常常变成望文生义，那就麻烦了。 所以呢，这个佛学常识啊，简单说就是佛教的学问啊。那么它里面平常的知识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。那么雪光老师他就是啊，把它发现了、啊，把它这编成这个课程，然后把它印成这个书本。所以这本书我们称它为《佛学常识课本》。 那每一课的后面呢，都有附这一个讲表。那么讲表本身呢，是两个作用。第一个是帮助讲的人啊，就是、啊、能够控制这个时间进度啊，然后抓住这个重点，帮助讲的人。第二个呢是帮助听的人，他听到哪里有一个这个表大纲在前面的时候呢，他比较不会啊，听到后来。 模糊的重点，只记得好笑的故事，这冤枉了。所以这个讲表呢，是对讲者跟听者他都有帮助的啊。那么这一本书呢，是李炳南雪庐老居士啊，他所编述的啊。那么李老师平常大家都用啊这个职称啊，称他为李老师啊。那我这边呢，也是啊、呃，要稍微做介绍一下啊。 这个李老师平常台中这边的莲友称他为雪公老师啊，比较更晚晚一辈的呢，称他为雪公太老师啊。那么为什么叫雪？因为他的号叫做雪庐啊。那我们这边呢，简单说明一下，这个雪公老师啊，是山东济南的人啊，他本名啊是燕。 我们说啊，颜色很这个鲜艳，那个艳，啊，本名是李艳，字叫做丙南，啊，那么古人啊，这个名字他是有规矩的，名是父母给他取的，这个名字啊，平常是父母亲在叫他的，啊，那有的时候呢，还会取个啊小名、片名来称呼他，啊，所以这个名一般来说是父母取的呢。 是父母在称呼的，那么这个人本身啊，对外的时候呢，是用字跟号来这个呃流通，啊字呢，他这边叫丙南，啊，所以以前的人大部分有名有字的情况之下，以字行，就是、啊、对外流通介绍的时候啊，啊平这个平辈之间呢、啊，都称字，不敢称名，因为名是长辈在叫的。 那现在的人呢，名字合在一起，啊，这个父母也这么叫，朋友也这么叫，甚至晚辈不懂事啊也这么叫，那个很没有规矩啊。那么以前呢是这个平辈之间呢称字不称名，啊，那么号呢是雪茹，这个雪茹啊是雪宫老师啊，他济南老家的堂号，他们这个老家房子啊门楣上面呢、啊、就写着雪茹这两个字。 就是老师来台湾之后，为了想家、纪念这个家，所以呢，用他家的这个堂号“雪庐”呢，作为他的这个号，所以后来的人都称他为“雪公”老师啊，是这么来的。那么他是以住的房子呢，他不叫雪庐啊，雪庐是他的老家，所以他在台中这边住的房子啊，他自己平常写的有两个，这一个。 啊啊、呃！这个别号，一个叫“四无量灾”。佛法讲这个“四无量”，是指慈悲喜舍都无量。那么老师呢，他把自己的房子取名为“四无量灾”。那么可见呢、啊，他这种心量完全是菩萨的心行。他所做的事情呢，都符合“四无量”的意义，就是要对众生界。 不断的无尽的啊，这个慈悲喜舍，他确实有做到啊，所以一个人啊，房子要取什么轩呐、啊，什么斋呐、啊，不能乱取啊，你要做到才算呐、啊。老师他有做到啊，另外他有一个呃，这个写法叫做呃寄欧轩，欧就是海边的小水泡，寄是寄托，叫寄欧轩，为什么写这个呢？ 是老师对于佛法的体会啊，深深觉得啊，一切这个凡夫肉身啊，像海边的一颗小水泡，如此而已，啊，是暂时寄托在这个人间的，虽然暂时寄托，所以他就是啊，能够啊，把事情看得很轻，看得很淡，该做的做，不能做他就放下，人生嗯，像一个小水泡，如此而已嘛。 他没有执着，啊！可是，在没有执着的情况之下，又为了众生界发大悲心，把他的这个房子呢取名为“四无量斋、啊”，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心量啊，跟修行的这个境界啊。那么老恩师呢，他是民国前二十二年啊，是清朝光绪十六年农历十二月七号啊生的啊。 那么，在民国七十五年啊，国历四月十三，农历三月五号啊，这个往生啊，那么逝寿是九十七岁啊。那么以他的学历来说，他读过山东法政学堂，连现在说的这个呃法律大学了啊。那么他的这个经验，过去的经验，在大陆的部分呢？ 他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啊，就因为好要这一个呃社会教育，知道这个社会教育啊对社会的帮助很重要，所以呢，他就在那边呢啊、呃、发起，同时也当上了济南通俗教育研究会的会长，在当地啊不断的推动啊推动这一个呃教育啊啊后来他担任过。 山东莒县监狱的典狱长广播过犯人啊，然后后来又受到他的老师庄心如庄太史的这个邀请了、啊，他去啊参加啊做这个山东莒县县志的分纂，就是啊写这个过去啊有关的这个历史啊，然后他也是一位啊标准的。 有执照的中医师，啊，以前我们称他为国医，啊，然后在这个大陆那边呢，也一直都担任着大臣、至圣先师奉事官，啊的这个办事的地方叫做奉事官府，然后担任主任秘书，一直到台湾来呢，他都一直担任这个职务，相助。 孔德成，孔子的后代，孔德成先生啊，来处理这个呃事务，啊，非常尽心尽力。这是这个他在大陆的一些经历。那么来到台湾之后啊，啊，他啊能够自力更生啊，在台中、中兴大学、东海大学、静宜大学、中国医药学院啊各处啊担任这个教授。 的这个职务，他讲授的内容很广泛，儒学方面啊有这个大学啦、中庸啦、啊礼记啦，啊医学方面有黄帝内经啦，啊他这个无所不教，还有唐诗，啊诗还教这个博士生啊，可见老师啊在这个呃、啊、文史哲各方面、儒学、佛学各方面呢、啊、都是相当的精通，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 非常的不容易，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、啊，啊，就是啊，依着他的四无量灾的这个心愿，他在台中啊，从民国三十呃三十八年二月来到台湾，他当时六十岁，开始呢就一直啊不断的这个弘法利生，啊，那么以老师的学佛的这个历程来说呢，他是因缘的关系。 一直到四十二岁，他才啊，通信归依，啊，那么向这个印光大师那边呢、啊，来申请他归依，之后有因缘才去面见印光祖师，蒙这个祖师啊，讲整天的给他开示，啊，从此啊，他就立定了弘扬净土法门的这一个志愿，啊，那么在他四十七岁的时候啊，他受菩萨戒。 啊，算是很清进了。归戒五年之后啊，就受菩萨戒了啊。那么在佛法方面的这个啊研、呃、学呢，他亲近过禅宗可观上人，他在那边学了八年。这个密宗他也学了八年，啊，这个唯识宗他也学了八年，跟梅光系。梅老居士净土宗他就跟着印光大师，啊，所以他在这个禅、密、唯识。 各学习八年之后，最后还是回归到净土法门。所以来台湾之后啊，他就开始啊弘扬念佛法门。他三十八年来台湾，二月份、四月份就已经在台中法华寺开始讲经了。当时的人也觉得很奇怪，一个外省人讲话我们都听不懂，怎么才来台湾啊？没几天。 就开始讲经说法了，也在那边办这个呃义诊，啊，可见呢、啊、这个老师的这个发心呢、啊，啊不是一般人的那种想法，啊，他从来没有休息过，都是为众生啊 <coughs>。那么在台中这个常住期间，他创办了台中联社，创办了我们慈光图书馆，还有这个育幼院啊、民论社啦、啊、杂志社、出版社、广播社啊。 还有这个医院、养老院，还有带动这个啊、呃、这个呃台湾第一次的这个传界。啊千人大界，传这个菩萨戒，啊还有发动这个助念团，啊他什么都做，只要对众生有有利益，从来不喊辛苦，啊。<coughs> 那么在七十五年啊老师四级往生之后，他学生们呢、啊？ 就把他编辑了《李炳南老居士全集》啊，所以呢，他这个一生的这个呃经历啊，我们这样简单带一下，大概可以了解哦。原来李老师啊，他并不是有什么丰功伟业，只是默默地在社会的最基层尽他一起啊的这个力量呢，然后为这个社会、为大众来付出。 那么，这是一个啊非常值得我们啊啊尊敬的老师，所以在往生这个二十多年来啊，他的学生遍布在全世界，都在啊这个啊推广他的这个理念跟这个教学啊，所以今天我们有因缘啊来啊学习佛学常识课本啊。 真的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啊一个机会。那么莫学在为大家报告这个常识课本的本文之前呢，我想啊有几句这个知见的话要先跟大家来报告啊。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有发这个知见讲表啊，我们先请大家呢看第一章啊。 这个资见讲表为什么要先跟大家来报告呢？啊，简单说，这个当年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他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啊，当大众都聚集了，佛有没有马上讲话？他没有马上讲，他就是、啊、入定。入定，然后我们看经典记载的，有的时候是。 这个脸面放光，有的时候是口放光啊，有的时候是眼睛放光，有的时候是白毫放光，或者是这个这个肉体放光，或者是身体放光，他先放光，入定放光，放光做什么呢？这个、光照出去啊，就像这个触须一样，可以照到每一个众生身上。那么当这个光接触到众生身上的时候， 对这个众生，三世因果，他的一切善根福德因缘，通通都清清楚楚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这个光收回来，初定才开始讲经说法。这个时候，他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令每一位听众，不管他是天人，还是这个其他呃这个的类的众生，还是什么其他的菩萨。 每一个众生听到佛在讲经说法呢，都深深的受到感动和震撼，因为他会感觉到今天佛所说的呢是专门为我一个人说的，那种摄受力非常的强。为什么？因为佛用智慧光了解了对方的根基因缘，然后对机说法，众生没有不接受的。所以我们看经典，当场这些。 听众呢，听了佛讲经说法之后啊，很多当场就证出国二国、三国，甚至证阿罗汉国，马上就证国啊，马上就业障消除，智慧开朗，福德就就开显了。那现在呢，墨水不会放光，也不会入定，所以呢，要跟大家来报告的时候，哎，不知道大家的根气怎么样啊？不知道大家。 过去以来学佛的这个啊程度啊，或者说这个因缘，或者说您的知见怎么样，这个莫学通通都不懂。那不懂怎么办呢？只好用知见讲表来代替啊、哦。那么下面跟大家在报告这个知见的内容的时候呢，就是希望啊啊、哦呃、就麻烦大家了。哎，你在这个内容当中，你听了之后呢，稍微。 自己呀、啊，啊，这个我不要说反省了，就是、啊、去把它平量看看。哎，我过去以来，是不是跟这个一样，还是有所偏颇？不对的，我们赶快拉回来。啊，那墨雪在台上呢，是把这个经验心得跟大家报告，不是说哎、啊，我是老师，我来指导大家，绝对不是这样子。啊，只是哎、啊，因为已经有学了一点皮毛了，有一点小心得了。 那么根据这个啊经论，根据这些事实，哎，跟大家分享这个心得，那么帮助他先把支箭调好，支箭调调了之后，啊，古人说嘛，呃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嘛，啊，如果有不对的地方，我们当然要改，我们本来修行就是要修正自己啊，那如果有正确的地方，那你当然要保持嘛，所以呢，这个支箭讲表的这个作用啊，是在这个地方。 啊、哦，那是因为呢不了解我们现在大众的情况是怎么样，所以呢直接讲的话呢，也许你一开始就觉得尝试根本就没什么，那你先有这个不以为然的心，在后面的时间大家都彼此都浪费了，这样不好。所以这个支见的这个内容呢，我们先给大家呢提一下啊、哦。那么这个呃第一个部分呢，跟大家所提的就是啊我们。 学佛需求实际，大家都已经学佛了，才会来这边一起研讨佛法。那既然已经学佛了，学佛以来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实际的在学佛，而不是挂名？有没有挂名，谁知道？自己最清楚。可是如果连自己都不清楚，就麻烦了。那我们这边呢？ 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大纲啊，来跟大家分享带领一下啊。第一个呢，学佛要求这个实际啊。第一个，你要先有目标啊。那我们自己扪心自问，我为什么要学佛？我学佛做什么？现在外面你你有没有听过？现在外面叫做学佛是流行，流行，为什么流行呢？ 因为现在如果不挂名做一个佛弟子啊，跟不上时代了。因为大家都在学，你看看佛教电视台好多，这些这个一个流行的趋势，不学佛啊，跟不上时代了。学佛是为了赶流行吗？当然不是啊。那么有人学佛是什么？啊，我求什么？求平安啊求富贵啦、啊，求发财啦、啊，求什么啦那是学佛吗？ 的目标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，我们第一个学佛呢，你要先确定目标是什么。学佛必须要有这个目标啊，因为如果目标没有确定或者定错，那我们这条路啊走得很冤枉，这样子不好啊。我先简单啊，这个举一个故事来说好了，说寓言也好啊，譬如说乡下人。 他这个耕田，那我们知道耕田现在不是那种车子啊，以前是用牛在拖的，拖那个犁啊，然后农夫呢扶手扶着那个犁，然后吆喝这个牛呢，呃，怎么走，控制它，用绳子啊控制它，然后这个田埂啊，啊、呃，这个稻田啊，它像这个在犁土的时候啊，一行一行犁得非常的整齐，那一个城市人。 就到了乡下，哎，犁田很好玩，啊，可不可以让我试验一下？啊，可以啊，啊，他就离了。所以这一犁，从这一头犁到那一头，回头一看，哎呀，怎么歪的这么多啊？啊，我也是这样子就把它犁过去啊，我感没有感觉我的手有歪啊，我很直啊，这条线也真的离得很直啊，可是为什么跟你的线条不一样，不平行？这个就是什么？ 那么农夫就会跟他讲啊，你弄错了，因为你没有定目标，你一定要固定一个目标，朝那个目标离过去，这条线它才会直，才不会偏嘛。你没有定目标，你就是埋着头苦干，就把它离过去，那当然偏颇嘛，一定歪一边嘛。哦，这样我知道了。好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离第二次。好，又离过去，离到那边，回头一看还是歪的，怎么会歪的呢？ 农夫问呢、啊，你是目标定哪里啊？我看那头羊啊，那头羊在那边吃草啊，所以我对着它就离过去啊。哦，原来羊边吃草边走，边走边走，这一个呃都市人离着扶扶着那个那个牛犁，这样推过去推过去就推歪了。这个是说明什么？定错目标也是枉费功夫。所以目标一定要怎么样？要固定。 要非常明确，不可以改变。这样子，你从头走到尾，如是因如是果，这个学佛的这一段因果，它才会圆满啊！你不能说我我就是啊，人家说什么我听什么，人家说哪边我就跑哪边，到处跑，这样子哪里是在学佛呢？所以，这个学佛他一定要有目标啊。那我们看，如果你没有定目标，也来学佛。 过去以来，不管你已经在佛门多少年了，如果你没有定目标，那么你这些年来在佛门里面，你不过是一个种善根而已，种种善根啊！啊、哦，现在很多佛门弟子，那个师父我认识，那个道场我我我我很熟，我、哦、跟某某这个什么大师，我我有跟他合照过。你弄这些干什么？那是学佛的目标吗？ 不是啊，结果他是拿这些去炫耀，你这个目标定错了吧？根本就是就不是学佛的目标嘛，所以他顶多在这当中呢，出钱出力花时间，种种善根，最后没有一丝一毫的成就，那太冤枉了啊！现在佛门当中这样子的人啊，比比皆是，很可惜。 所以这个是不好的现象啊！像这样子去凑热闹、哦，啊啊，搞不清楚啊！因为爸爸妈妈拜拜，所以我也拜拜；因为阿公阿妈学佛，所以我也学佛，啊，都搞不清楚状况。那么这些呢，都不是一个学佛的人应该有的行为，这是不好的，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定错目标。很多人学佛，为什么学佛？我求升官啊，发财啦、啊，求这个。 子孝呃，子孝孙贤呐，求事业发展呐、啊，啊，求这个求那个，求了一大堆，啊，像这种现象也很普遍了、啊。你们发现，每一次考季到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就带着孩子拿着这个准考证、啊，到佛菩萨面前去押宝，压在前面啊，然后拜一拜、呃，求佛菩萨保佑孩子考上，啊，天下父母心呐、啊，这份心是值得我们啊，这个啊。 啊，赞叹呐、啊，可是这学佛不是这个学法的、啊，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啊。像这样子呢，定错目标啊，是枉费功夫。现在外面还有很多啊，号要什么呢？神通？听说某某什么山有某某人在那边啊，有什么神通？可以观三世因果？可以看什么？那么这一些，啊，他要去学，这些通通都是、啊、定错了目标。 而且常常在这个错误的这个道路上面奔走的时候，常常上当吃亏啊！这、哦、这个这个外面包括报纸登载的都非常非常多。啊、哦、那么这个呢也是不对的，所以我们自己要调整。哎，我过去以来学佛，我有没有没有定目标？第一个自我检讨，第二个我有没有有没有定错目标？ 如果有以上这两种，拜托赶快倒生回来。学佛是自己的事，你走错了，别人没有办法同情你。你必须自己赶快啊，回归找佛，正确的这个佛法做依靠，啊。所以第三呢，是告诉大家呢，要定正目标。这个目标不正了，不行。啊，那么学佛的目标是什么？其实。 很简单，一句话，学佛就是要成佛，成佛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法华经上面讲过啊，佛法唯有一圣法，无二亦无三。啊、哦，不是要你去学菩萨啊，学升天呐、啊，学这个富贵啊、呃，当一个富贵人家啊，不是要你去学那些啊，是学佛就是为了成佛。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因果它是相应的。 如果你学佛的目标变成是我去求啊、呃、这些啊世、呃、世俗的这些啊、呃、名望、财富、地位、眷属、儿女这些，你求那一些跟学佛是无关的，所以一定要定这个正确的目标。那这个正确的目标要怎么定呢？我怎么知道什么叫正确啊？当然，学佛是为了成佛，这个我知道了。可是这个知见只是。 要成佛，我听说八万四千法都可以成佛。那那我我修其他法应该也没有关系吧？我通通都修应该也没关系吧？反正我都是为了成佛嘛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也不是。那那到底要我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知见啊，要把它建立正确。一定，我们佛弟子来说，根据经典，你不根据经典。 听这个张三说什么，你这个王五说什么，听了半天，以人为师就偏了。我们一定要以法为师，以戒为师，这是佛早年他所制定的。所以这个因跟果呢，如果不端正，后来学佛呢，整个都偏颇去了，就太冤枉啊！所以这个定正目标呢，才是我们目前来说第一个一定要正确。 啊，所以学佛你必须要有目标。所以，我们啊，以儒家来说，《大学》也讲嘛，“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”我们讲一件物、一个东西，要从根本讲到之末，它这样才有根本。如果你从之末讲，那个是讲不清楚的，要从根本来讲。可是事情的话呢，他说啊。 有宗旨，任何一件事情，一定要先问一个最终的目标是什么，然后倒推回来。哎，我怎么开始去达到这个目标？比如说，我们要去啊台北，台北就是一个目标啊。那如果你没有确定这个目标台北，你出了这个门，你到底向左转还是向右转，还是要往前走？ 你连个方向都没都没办法定了，所以一定要确定我是要去什么地方，这个目标要定的，然后你就有方向感。有了方向感之后，第二个是讨论方法，用什么方法去？比如说去台北，你搭飞机也可以啊，坐汽车也可以啊，自己开车也可以啊，哦，你要坐火车也可以，啊，你要就用走路的也可以啊，看你用什么方法，那是第二个问题。 所以这个目标如果不确定的话，学佛就是连那个我们说因果因果连那个因都没有，结果白忙了一辈子，太冤枉了，这是不不好的啊。所以第一个你要先确定要有这个目标，第二个你说好了，那要定目标怎么定呢？我们这边做一个小小的评量，大家自己。 你衡量自己，我今天要来学佛，我定这个目标。如果你是为了名利，为名为利，为了得到什么福报，那如果你是为这个的话呢，我们这边告诉你错了。名利是世间法，福报是三界里面众生在享用的。我们看《金刚经》，罗汉不受福德。 他为什么不受啊？因为那个是有漏法，你得到多少，他都会把它花掉，啊，那个不究竟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为了名利啊，为了这个福报啊，来这个呃作为你学佛的目标，是绝对的错。第二个呢，这个问题呀、啊，一般人，尤其是佛门弟子发心的人啊，常常会犯到，就是啊。 我为什么要学佛啊？我为了要弘法利生，你看这个表，弘法利生，啊，为了弘法利生来学佛，对不对呢？也不对，啊，为什么不对？因为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是一种因缘的事，有因缘你就做，没有因缘不做，也没有犯戒。 许多啊、哦，这个年轻的出家众，刚刚这个发心的时候呢，很勇猛啊、哦。我说：“哎呀，师父，你为什么出家？我为了要弘法利生。”哎呀，我们一听都不知道要怎么讲。凡是因缘法的东西啊，是随顺因缘的啊、哦。我简单举个例子好了。当年释迦牟尼佛，如果他要。 大大的弘法利生，他的背景是什么？他俗家背景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，俗家的这个夫人耶稣陀罗的娘家那一边也是国王啊。如果可以随心所欲的，我要弘法利生就弘法利生，那他只要跟国王报告一声，说国王啊，帮我。 各县市、各乡镇、各邻里给我设布教所，我要来弘法利生，只要他一句话，国王一定给他安排的妥妥当当的，他可以大大的弘法利生。那请问释迦牟尼佛他有没有这么做啊？没有，为什么他不做呢？他没想到吗？怎么会呢？佛是一个大智慧、大福德、大慈悲心的人啊。 怎么会没有想到呢？他是随顺因缘，所以佛法呢，自古以来是随缘度众，随顺因缘度众。有因缘你就多做，少因缘少做，没有因缘不做，又没有犯戒，跟你的修行又又没有直接的关系，那个没有没有关系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为了这个名利福报啦，为了这个弘法利身啊，来。 把它定为学佛的目标，啊，这边说、啊、都是错的，因为你所追求的名利，后来归空。俗话讲，人间富贵花间路，世上功名草上霜。人世间的东西都是缘起缘灭的，都是无常变化的，都是我们不能够掌控的。你去追逐那个不能掌控的东西干什么？ 到最后，你还是两手空空啊！想当年，这个欧洲那个那个大将军叫什么？亚历山大大帝，他纵纵横欧亚洲，大家看到他都都都怕一个大将军啊，杀也造得很重。到他死的要死的时候呢，他最后的遗言是什么？他说：“给我的棺木两边挖两个洞。” 他说：“我要把两只手伸出来，要告诉大家，我两手空空，忙了一辈子。可是这个历史，这个事实，从国外到国内，从古代到现在，有多少人看过了、知道了，仍然放不下，还是在追逐。明明知道到后来是两手空空的。” 在佛法里面早就讲清楚了，啊，说啊这个这个万般啊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那么这个是真相。那么为什么都带不去？因为它是世间的东西，是因缘所形成的，它必然随着因缘落空，什么也带不走。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呢？ 俗话都会讲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。可是碰到境界的时候呢，还是我要我要，这可、个、麻烦了啊,啊。所以学佛如果把这个名利福报当做这个目标呢，绝对是错的啊。那么在以福报来说，福报人世间啊，当然很希望福报啊。我们佛法里面也是有提到啊，人天道上修福为先，鼓励人家你要多修福报。 因为没有福报，很可怜，一辈子过得像动物一样，啊，虽然有人的这个这个外表，可是呢，这个那个、呃、生活的环境啊，过程啊，像个活在那个动物的世界里面一样，这个也不好，啊，所以呢，说人天道上啊，要修福为先，有福报的，他就呃生活就过得比较呃惬意嘛，这当然是需要的、啊，可是。 如果把福报就变成你一个学佛的目标，也是错了。因为福报啊，越大，可以大到什么什么境界、什么程度呢？你如果看佛这个啊、呃，如果有这个佛学常识的话，你就知道了。众生啊、呃，这个有福报的人，最高就是、啊、可以升到天上。欲界有六层天，最高那一层叫做他化自在天。 他的福报是什么？他人下面这五天的天人，他人变化，我都可以拿来享受自在。你看这个福报多大？福报很大，可是呢，福报用完了，堕落，一样地狱恶鬼出生，照样去。这种福报好不好？不好。人世间多少有福报的人，做一个生日。 席开一百桌、两百桌，全部是海产，全部是杀参，你看看，他有福报，造的业有多大？所以这个福报啊，不能把它当做我们这个学佛的这个正确的目标，这绝对不可以。啊、哦 <coughs>，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